主料，豆腐25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，胡椒粉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豆腐切成块状的油，热锅烧开，倒入适量的油，油有之后倒入切好的豆腐块煎，待到一面煎成金黄色就给豆腐翻面，等到两面都煎成金黄色之后，加入适量的水、胡椒粉，水煮干后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豆腐应该选用老豆腐，这样剪的时候不容易散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